大家好，早起。诗篇八十九篇第一、第二节安尼讲：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嘴将你的信实传予万代，因为我捌讲，你的慈悲的确建立永远，你的信实的确建立伫天顶。咱来用一段时间个人祈祷，伫上帝面前阿罗感谢赞美伊，因为伊是信实，伊的慈爱永远长存。咱个人来祈祷。咱来三合祈祷。阮伫天顶个爸，阮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满有慈爱的上帝，你的慈爱永远长存。阮今仔日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无论阮会面对着混乱佮艰苦，阮要继续来歌唱，阿罗赞美你，顺听尊敬你的话。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咱来一心称谢咱的上帝。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声歌全是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身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歌全是称赞。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你将我救活。我要歌颂Yeah.
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在你里面我一无所缺。你是我躺卧在青草的溪水旁来安歇，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依靠你我心里不再惧怕。虽有狂风暴雨，你大能守平静，我平信心走向前，扬声宣告你是信实神，咱顺从上帝话语，遵行上帝给咱的命令，在咱生命中一直会面对着异己和咱的敌人那位恶者。但是咱不需要挂虑和惊吓，咱来仰望上帝，咱来听候上帝，准备战斗。
咱的主要应允咱，在黑暗中主做咱的光，伊要带咱到光明中，咱来仰望耶和华。感谢天父，你特时刻甲阮同在，无论阮会面对着困难还是疑疑，求你帮助阮，凭着信心来顺从甲遵行你的命令，予你的名通得到荣耀。求你搁一摆，借着你的仆人对阮讲话，奉耶稣圣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好，早起，大家平安。
真正感谢主，咱今日搁再一摆有机会伫山顶来三甲敬拜上帝，来三甲学习上帝话语。今年咱教会主题是辛苦顺服，辛苦顺服。咱啊辛苦顺服主，会互咱搁较明白主。但是咱啊搁较明白主，会互咱搁较辛苦顺服主。咱搁再讲一遍。咱辛苦顺服，会予咱搁较明白主；但是咱较明白主，咱会搁较学习辛苦顺服伊。我未开始以前，我爱想问咱大家一个问题。当然，我无需要恁回答，但我希望咱大家人认真来思想咱所欲思想的这几个问题。头一个是。你个人明白上帝有偌多，我的意思是讲，你对上帝的明白有偌深。第二个问题，上帝在你日常的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意思是讲，伊是毋是伫你生活的每一方面拢有真正重大的关系？第三个问题，咱知影上帝是全知的，是全能的，是无所不在的。既然知影，这个对你的生活，甲你甲伊的关系有甚物的影响，咱相甲来祈祷。特别上帝，当阮学习要怎样辛苦甲顺服你的命令的时阵，阮知影阮需要真正的明白你、经历你，才有法通真正的相信、真正的辛苦、真正的顺服。因为除非阮真正的辛苦你，阮就无法。来完全的顺服你。当阮开始对民数记甲生命记做一个系列的学习的时阵，阮求你，互阮常常受提醒，为甚物阮需要相信，搁遵循你的命令，需要辛苦，需要顺服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讲到辛苦上帝。我相信《民数记》，咱今年所要学习的两本册是《民数记》甲《生命记》。对一般人来讲，特别是我较年轻的基督徒，要读《利未记》《民数记》甲《生命记》，确实是有困难，是一个挑战。伊无法通想象，咱要怎样真正对做。充满了重复的数字，甲关于限制、甲罪名的一寡教义的册中得到什么的实际的学习。虽然民数记有一寡关于以色列人伫旷野的经历，一个真有趣味的故事，但是这本册对一个年轻的信徒，常常是受忽略的一本册。相信咱中间真侪人。会体会，会认同，但详细来看这些，其实有真多的保障，甲属灵的原则，予咱通采取，通应用伫咱日常的生活的顶面。最重要的原则，会通讲是圣经的根底。今仔日早起，咱要来查看《民数记》的头两章，我喺大家甲大家分享。我对这两章中观察到的一寡个重要个真理，民数记头一章讲到以色列军队个人口普查，20岁以上有资格做军队伫旷野中临啊甲敌人作战个做一个普查。民数记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安尼讲。你就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名的数目中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对20岁以外会出去打仗的，你甲亚伦就照因的军队来数点。第45节安尼讲，安尼凡以色列中受算的，照着宗族对20岁以外会出去打仗。比数的共有603550名。上帝
所做的这些安排，让咱表示伊对伊的百姓以色列人生活中一寡的重要的原则，以及上帝怎样对待伊家己的百姓。咱来通观察，当上帝爱咱辛苦伊的时阵，上帝头先予咱一个保证，伊讲予咱知影伊是通信的。当上帝叫咱辛苦伊时阵，伊并毋是空空的讲你来信。上帝知影咱人类需要一寡有实证来证实上帝伫咱的身边，安尼咱才会真正的辛苦伊。伫头一节，咱看叫主怎样鼓励伊的子民，伊的百姓，互因看起到因的兵丁，因的兵力有偌大。因当时面对的是旷野，以后要面对的是一寡要毁灭因的无双的国家。伊予遮以色列人知影，因确实有超过600,000的军队力量来对付途中任何的敌人。当因要入去得迄个应允之地的时阵，知影因有这么大的军力、军队力量，通对付特别面对的仇敌，真更加重要的，因也知影。除了遮军力以外，上帝本身甲因同在，有上帝的同在。这个数字大约是因对埃及出来以色列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能是两分之一一半。以色列人的普查，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讲，通讲是一款失去的鼓舞。加添因对上帝的信心，这个。不是上帝唯一一摆所做的，在以色列，那在这个以赛亚书中，当阿喀斯王拄到困境的时阵，先在以赛亚书七派去安慰伊，甲伊讲：“咱通，你通求这个神力，加添伊对上帝的信靠。”但阿喀斯王嫌在太过骄傲了，伊唔肯安尼，唔肯求神力。但是上帝照顾好伊一个神力，上帝伫以赛亚书，接着以赛亚安尼讲，因为安尼主家己要予恁一个掉头，的确有童女怀孕生囝，就该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这个予人安心的神力，表明上帝甲因同在。以马内利意思就是上帝同在。以马内利是一个希伯来的历史，里面的意思是甲咱同在。伊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同在。以马内利，对伫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上帝因知影因有600,000的战斗的人来保护因，然后上帝阁恩因保证，上帝本身甲因同在。上帝伫因的中间，以色列人一般的回应是怎样呢？真侪时阵，因无相信上帝，相反的，因为着所看见、所拄到周围环境的支配，开始怀疑上帝供供应，开始伫一个所在无欢喜上帝的安排。这是一般人生活中顶真常看到的情形。知影上帝是通信靠的，也阁无够，因需要借着伊甲伊阁较亲密、密切的关系来体验伊的信息。耶稣的学生彼得，伊发通信靠上帝，伫暴风雨的湖中、的水面顶来行走。但是当伊开始看周围的海鹰的时阵，迄个时阵，伊的信心就消失了。伊无信靠上帝，毋是因为伊毋知影上帝是一罪，乃是因为伊缺少甲上帝迄个持续的亲密的关系。伊看到周围，伊未记得得到伊甲上帝的关系。伊缺乏经验上帝能力而有的信心。第二章讲到伫旷野中。以色列人赢队分配的平面图，每一个支派
甲因的家族拢受分配到因堂安营的营队，啊，佮因甲这个会幕相对的地点。这个会幕字面上的意思是上帝出现伫因中间，甲因相会的所在。会幕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相会的所在，实际上就是上帝讲，上帝伫因的中间。利未人有特殊的任务，因为因所以因免去参军，因的任务是照管上帝的帐幕、上帝的会幕，因是会幕的保管人。出来及记记录安尼讲，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阵，耶和华白日伫云条中，暗暝伫火条中甲因同在。互因清清楚楚的经验到伊的同在，这实在是一个真正水的景致。就来出来及记第十三章，安尼讲：日间，耶和华伫云条中带因的路；暗暝伫火条中光照因，互因日暝拢通行走。日时云条，暗暝火条，总无离开百姓的面前。分条甲彼条无离开因，一直拢伫咧引错因。这是一个真正清楚上帝的同在，上帝咧带领伊的百姓。总是虽然有这么大上帝伟大，甲真正明显的同在，伊的百姓照顾也阁有存着无信甲怀疑的。为什么呢？基本上，因为是人的罪性，想爱家己做主的态度，想爱掌管家己、控制家己的生活。当咱讲到辛苦甲顺服，咱需要明白，除非咱学会晓得完全的辛苦，因为咱就无法通讲到什么是顺服。做一个基督徒，咱拢真正容易讲我辛苦上帝，我相信上帝。但是为什么无呢？问题是在咱中间的生活中，上帝甲咱每一个个人的关系怎样？上帝在咱的生命中的真正的角色是什么？你对上帝真正的信心有偌多？咱拢知影上帝是全能的，在伊无有什么不可能的代志，伊。啊，咱也知影，伊是无所不知，逐项知影的，无有任何一项代志会发生伫个意识范围的外口。咱也知影，上帝是无所不在，逐所在拢伫咧的上帝。当你感觉你家己独自、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伊伫遐。所以，关于上帝的知识甲明白，会怎样帮助你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呢？对了，所有在属性能够知影，上帝是咱主爱的天父，伊是咱主爱的老爸，伊阁是咱的朋友。既然是安尼，咱啊无想过伊通为你做任何的代志，因有能力为你做任何的代志，伊要真正疼你，爱为你做。所有对你有益处的代志，伊看最好的代志。我捌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传道人，伊甲上帝的关系啊，真正密切。伊是我真正尊敬的一个人，伊是一个真爱基督、会晓基督的人。伊基督的时阵，咱亲像上帝是伊的朋友，甲伊三甲伫咧交谈，是咧讲话，这款的关系真正是美妙。但是有一日，伊特别到美国去旅行，伫阮咧交谈的时阵，伊过来讲，伊真爱买伫一个 Apple Watch 这款的手表，但是这个手表价钱唔是便宜，就系做讲是真贵这款手表。伊伫要买还是无要买的问题顶面有淡薄犹豫，所以我甲伊讲，你为什么无去祈祷求上帝供应呢？假使这是上帝的旨意，伊爱你有得到，伊会供应。
假使伊无供应，安尼，咱想上帝关于你爱有这个手表的答案，就是伊感觉你无迄个需要。伊将这个心愿，这个手表的心愿，伊只讲上帝讲，无讲别人讲。但上帝使用这个人给他一笔钱，那笔钱真正是要买那个手表所需要的钱额。咱所观察的是，假使咱学会晓了相信上帝，咱就需要学习要顺服伊，予伊决定伊想爱咱做的选择，伊为咱做什么款的选择，咱爱完全的信靠顺服伊。为着上帝是咱主爱的天父，伊知影咱需要什么，知影什么是对咱最好。咱应该学习伫各项的代志顶面信靠伊，予伊来做选择，放弃你家己的主观。伫咱目前的情况下面，做这个基督徒，特别是即摆大流行症的期间，咱怎样来过呢？这个大流行症的期间，真侪人为着家己的性命、家己的生活，做了一寡真重要的决定。咱的选择是根据上帝引带及旨意吗？还是咱根据周围的一寡人所讲的新闻顶所讲的情况来做选择？既然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阁是一位慈爱的老爸，咱是毋是相信伊伫这个关键的时刻，伊也会供应咱、供应咱一切的需要？咱需要顺服，咱需要依靠，相信伊为咱做的决定一定是第好的。和咱讲，咱要相信上帝是真正容易，但是咱真正信靠上帝的程度，甲上帝伫咱生活顶面的重要性，照顾是咱需要面对甲回答的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就亲像上帝伫旷野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款，上帝恩因显明了伊做代志的能力，甲伊的同在，伊恩咱保证伊的听。伊会看过，亲像云条，亲像海条，永远无离开咱。咱通真正的活过伊，佮亲像伫旷野的中间，伊伫百姓中间起张边，就是讲会幕。伊来到这个世界，徛起伫咱的中间，以马内利，吾咱表明伊关心佮疼咱，为咱的罪来死。伊为着要予咱活到去到伊的身边，为着要予咱伫伊的身边，伊付出了迄个最宝贵的代价，就是伊的生死命。现在咱属伫伊，伊也阁愿意供应咱的一切，予咱来荣耀伊。你会也是袂为完全的辛苦上帝，咱需要接着亲身的经历。是经历到伊的供应，咱会拿来拿搁较辛苦伊。辛苦是一个过程，咱伫小数顶面辛苦上帝，经历伊的供应，安尼辛苦会予咱搁较辛苦伊。愈来愈经历伊的供应，就愈来愈容易，愈会晓完全会拿辛苦伊。最后，咱伫我搁再爱一摆重复，咱拄啊只所问的问的这个几个问题，来做咱反思的问题。头一个，你个人明白上帝有偌多，还是讲你对上帝明白有偌深？第二问题，上帝伫你的日常生活中有偌重要？意思是讲，伊是毋是伫你生活的每一方面拢有真正重大的关系？你所做的一切对伊来讲，是毋是拢真正重要？第三个问题，上帝是全能的，咱拢知影，伊是全知的，伊是全能的，伊是无所不在的。这个对你的生活，甲你甲伊的关系有啥物的影响？咱来三甲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今仔日阮所学习的，特别伫以色列人的身上啊，互阮所看见，阮应该学习辛苦顺服。阮知影这个功课毋是真正容易，阮总是阮求主你帮助阮，伫阮哪体验你的疼，哪体验你的同在，哪体验到你的你啊。诶，主管的时阵，求主你予阮学习辛苦顺服，不但在阮家己学习，阮也鼓励别人爱来学习辛苦顺服，因为阮安尼，我通荣耀主你的生命。求主你接着早起的信息对阮每一个人讲话，予阮大家人的生命拢有辛苦的顺服的荣耀的名的态度。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Yeah.
咱用一段时间来为着这个民族来祈祷。愿耶和华上帝祝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上帝一面光光照你，赐你恩惠。愿耶和华上帝阿面看你，赐你平安。May the Lord our Go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the Lord our God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be gracious to you. May the Lord our God turn His face toward you.Give you his peace. Amen and amen.